富。欢迎两位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17年了啊，我跟我身旁这位好兄弟相识17年了啊，17年了，我跟我身旁这位好哥们儿合作了17年。17年前他还是一个懵懂的男孩，17年前他是个青涩的少年。这过往的17年对我来说那是弹指一挥间呐。这17年的画面在我心里那是历历在目。我记得那是在2002年，对，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，是一个明媚的下午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哎，你瞎呀？你说什么？你撞着我了。我撞你哪儿了？你撞进我的心里了。你是不是近视？我不近视啊。那你就看不出来我喜欢你。你别说话了。我没说话。那为什么我的满脑子都是你的声音？我有病你知道吗？什么病？相思病。那你知道我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吗？是多少？是十。十？伸出你的双手。你说你是哥哥，我是弟，你要为我遮风挡住灿烂的。把你的余生交给我吧。演不了了。哎呀，我恶心呐、啊！我掉一身鸡皮疙瘩。导演在不在？你把我搭档逼疯了，我不演了。不不 不，我退赛。不，你别过来。你变了。我哪儿变了？态度变了。哎呀，你误会我。你别。不是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把你那小拇指收回去。回来了。哎呀，问题出刚才这段音乐上了。音乐怎么了？他刚才要放个什么《相思风雨中》。行了吧，就那段音乐救了你了。啊，不是，我就想啊，决赛了啊、嗯，能不能表演一个体现咱们兄弟之情这样的桥段啊？你说演兄弟之情，你问问我，你别吓唬我呀。你有想法吗？那你演谁呀？我啊，皇上。哦，就这么嘚里嘚嗦的呀？那我的身份是囚犯，这我囚犯？哎，那不行，让大伙看看我往这一站，我这个形象和气质，我带来皇上啊？不是，你怎么没明白呢？啊，虽然说我是皇上，你是囚犯，嗯，但是你是主角啊，就跟咱说相声一样、啊，你是逗哏，我是捧哏，你是大红花，我旁边衬托着你。哦，那这么说倒还行。行吗？那你把这个故事情节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皇上没了以后啊、嗯、我继位了。哦，然后呢我害怕你跟我抢夺这皇位，是找了个理由把你下到大牢里。嗯嗯，今天明智上我是来看你。哦，你是来看我，实际上是来杀你。哦，就这么一个桥段。对了，那这么说现在这里就是大牢啊，就是监狱了。大牢里。那行吧，咱们来了吧。你等会儿啊，啊，你把这个带上啊，还有个道具。哎，你把这带上，我准备准备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今日到此，我二人虽为兄弟，但此人自恃才高，意图谋反。今日我便要杀了他。妹妹啊，弟弟，皇兄来看你了。哎哎，啊，啊，哥，咱妈最近还好吧？好得了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！一看你就没进过监狱，你住过2年，
监狱都有这个呀，中间一层玻璃，两边是电话，哪儿来的这个？那这个监狱是开放式的，开放式的，开放式的监狱。那我为什么要待在这儿？不是，我明白了。好好表现，争取早日释放。释放什么释放？再者说，你哪有站着跟我说话的？那我得跪下。我还得跪下？我是皇上，你是囚犯，你可不得跪下吗？我不行，我不跪，不跪。大伙说他是不是应该跪下？不是，我真跪下。弟弟，皇兄来看你了。哎呦，哥，你来就来吧，你还带点东西。带什么来了？我哪儿那么客气呀、啊？我，你不来看我的吗？那我看你什么看你啊？你说你词儿。什么词儿？多谢皇兄挂念。多谢皇兄挂念。跪下。多谢皇兄挂念。来呀，赐酒，你我兄弟二人今日好好喝上一杯，皇兄为你亲自倒酒。不行。哪有当哥给兄弟倒酒的啊？我自己来。来哥，我敬你一杯。这杯酒我得端低点。哎，我低点，我低点，我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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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皇上平身吧。我给你跪下来了，酒桌的规矩。说你词儿。什么呀？多谢皇兄赐酒。多谢皇兄赐酒。度数挺高啊。养精鱼呢？哎呀，哎，我这可喝完了，你剩大半杯，你这么做事，好，讲究，出去，哥哥，不再喝上一杯了吗？我弄死你啊！我弄死你！你吓着我了。说你词儿，什么词儿啊？谢王不杀之恩啊！谢王不杀之恩，跪下说、啊。谢王不杀之恩，哎，这好了，体现出我们这兄弟的这种亲情。哎，别，我就特别喜欢。不对呀、啊，哪儿不对了？前面说了兄弟之情，咱俩这都手足相残了呀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就拿这种反面教材，时刻要提醒着我们。不，再一个，你这皇上演不好。哪儿不好了？你是我哥哥吧？你完全没有演出兄长的那种温暖来呀、啊。温暖？这么着，咱调个个，我来皇上。我这皇上挺好。你演合适、啊？哪儿合适了？大文化人呐、啊，你来这个，你想往这一站，一身的书卷气呀、啊。这个倒是不错。是啊，但是我这个膝盖呀、啊，长反了。你就没有常识、啊、狗的才长反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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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跪不了。不是，你不用跪，主要看您这身书卷气，望着一立就是这人物。我不用跪，没问题。那行行不行？不用跪，哥，来，这都换过来呀、啊。快，这个，哎。好了，让你感受一下兄长的温暖、啊、让你看看我的书卷气。弟弟哦，弟弟哥哥，让我照顾你的后半生吧。导演，我不演了。感谢奥特曼吉娃娃，这刚才这段挺累的吧？谢谢二位。